你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发烧了？怎么这么大一股醋味儿？我感冒我都闻到了。队长，你的海棠花来过了，给你炖的汤。他来了，人呢？走了，看见你跟珍珠小姐亲近，估计找地方哭鼻子去了。 龙珍珠啊，那是我哥们儿，亲什么敬？他炖的，那炖都炖了，大家一起喝呗，别浪费了。我们喝了，是吗？好喝吧？非常厉害，尝尝。 怎么样，队长？好喝吧？怎么样？很开胃啊，好喝。康先生，哎，哎，这哪来的鸡呀？现在鸡可贵了。这是海棠刚刚拿过来的，说是要血煲鸡汤。血煲鸡汤？你家这丫头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。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想起要血煲鸡汤。哦，刚才还问我，如果发烧了要放什么药才好。发烧？没人发烧啊。发？我知道了，是张家那孩子张启。唉，我们家海棠啊，这可是第一次下厨，以后啊，怕是要给张启那孩子做饭了。 也不一定，也许是他随口一说呢。侄女莫若母，哎，康先生，一会儿你跟我唱个双簧吧，我来试试我闺女。嗯，康先生，你做的莲藕排骨汤也太好了。海辰这两天不爱吃饭，今儿啊，他喝了一大碗。你说你一个读书人。 怎么饭做的这么好啊？从小感兴趣，学的呗。哦，哎，我觉得你们林家对吃食的讲究啊，跟老孟世交、张布春家有一拼。他们家呀是南北通婚，口味也杂。张启那孩子呀，从小就喜欢他妈炖的那个广东的煲汤，他妈那时候还喜欢往汤里边。 你这包里装的啥啊？怪难闻的。要你管。冰冰，你跟曾先生一起拍张照片吧。曾先生。啊？你跟你的爱徒一起拍张照片吧。哎，拍什么照片？曾先生，你跟学生一块拍一张吧，做个纪念。 第二十朵金花，队长的花还真多哎。这有什么可照的？有的，有的。这朵是牵牛花。哎，二哥，你们说还有没有芍药花跟牡丹花？曾先生靠近，冰冰也靠近一点。好，来，一二。
哎，再来一张啊！对对对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好了，我是来看飞机的，又不是来给拍照的。二哥，海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们。啊，那个。不在，不在，不在，不在。那你别动，别动。哎，发烧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江琪啊，再给我拿个改锥。哦，来了。谢谢。这里还有，你们分了吧。谢谢。快喝。还是等队长回来一起喝吧。不用，这是我兑给你们的，不用等他。快喝吧。好喝吗？嗯，挺好喝的。那多喝点。啊。队长，啊，怎么这么大一股醋味儿？我感冒我都闻到了。队长，你的海棠花来过了，给你炖的汤。他来了，人呢？走了。看着你跟珍珠小姐亲近，估计找地方哭鼻子去了。龙珍珠啊，那是我哥们儿，亲什么近？他炖的，那炖都炖了，大家一起喝呗，别浪费了。我们喝了，是吗？好喝吧？非常厉害，尝尝。怎么样，队长？好喝吧？怎么样？很开胃啊，好喝。好喝吧？来，再来一碗。队长。哎呀，看来这朵海棠花不一样啊。